灵羽师召唤了幽冥族的九幽圣典，于是宋要将他抓捕交给宋盟主，于是也带着灵羽师逃走了。他们面前神族了，人族和幽冥族一同抵御神族，战人族逐渐壮大。为了抢夺资源，人族将幽冥族全部赶到了地下，两大种族于此势不两立。如今灵羽师成为了幽冥族的女王，人族要将她抓捕归案，没想到宋仪狱警出手相助，他们才能逃了出去。灵羽师从小便在人族长大，她现在却成了幽冥族女王，她会选择谁？